各位一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人权包括生命和自由之权利，不受奴役和酷刑之权利，意见和言论自由之权利，获得工作和教育之权利，以及财产自由、居住及迁徙自由等其他更多权利。从1986年开始，联合国订定每年的12月2日是废除奴隶制国际日，提醒人们要消除现代形式的奴隶制问题。在现代社会，一般人的概念会认为奴隶制的存在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如今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区都不容许对人身自由的控制，诸如强迫劳动、在役、强迫婚姻、人口贩运、童工等。但事实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世界共有4030万人沦为现代奴隶制的受害者。因此，奴隶制不仅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且是仍然存在的不平等。这也是为什么废除奴隶制至今仍然是个重要且严肃的议题，各国各界皆必须重视。从个人心理的观点来看，虽然如今的社会蓬勃发展，物质生活不断的进步，但是若没有心灵的修养，那么物质的优越反而造成人们的心灵空虚，甚至产生心理问题，进而引发生理疾病。人们会因承受内在外在有形无形的压力而成为自求辛劳的奴隶，状况轻微者会感到不快乐、悲伤、忧郁，状况严重者可能心灵迷失方向，难以辨别是非，为满足自我利益后逞一时之快而做奸犯科或为非作歹，甚至祸国殃民。这也就是人的心生病了，被心魔奴役了。像这样的现代心灵奴隶仍然存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生活圈中，需要被救赎。现代奴隶制在法律中并没有给予定义，就其本质是指个人因遭受胁迫、暴力、欺骗或滥用权力而无法拒绝或逃离的被剥削禁欲。根据实际状况来看，个人遭受胁迫、暴力、欺骗或滥用权力迫害的来源，除了强势的个人组织之外，较多是来自政府以不正当的手段行使公权力，对人民不公对待与人权迫害。在现代公立社会下，许多人在整体社会制度及社会风气下或职场刻意营造的环境中，已然成为现代奴隶而不自知。就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个人未必有所察觉，社会也未见重视关注。如此上行下效的奴役氛围，长期下来必定会严重影响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福祉，甚至影响人民的身心灵健康。例如，台湾政府为了税金激增绩效，设有税务奖励金制度，形成了追求绩效与奖金的组织文化。从人性心理层面来看，税务人员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奖金，可能造成滥权课税的情势，
而纳税人也因此被违法税单与失灵的行政救济制度所奴役。追根究底，税务人员也在奖金制度的机会程式下无形中成为自愿的被奴役者了，因一昧追求绩效而忘却了良知，而国家也不思改革，不愿勇敢正视问题，造成无数的税奴悲剧，人民难以获得公义，甚至生存权被剥削，这绝不是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国家该有的景象。人类生而平等，天赋人权不可剥夺，无论是奴役他人或被他人所奴役，都是不该存在的。这种从根本否定人性尊严的奴隶制，甚至剥夺了人的生存权、生命权、财产权，更遑论平等权与自由权，皆以人权之道背道而驰。如何从根本废除奴隶与奴役，心是根本，世间所有一切的美好与罪恶都是心的作用，唯有透过真心修行，去除人心的贪嗔痴慢疑等五毒，才不会奴役他人或奴役自己。观之现今的人们被公权名利心所奴役，却不自觉，失去良心，为所欲为，害人又害己，而更上层的修为，如耶稣被凌虐、被鞭打，仍然为了真理背负十字架前行，然而他的心是自由的、纯净的，不被任何他人所拘役。这样的精神为世人揭示了以良心护卫真理的典范，而更深一层的含义，则是以身示道，提醒世人明白肉身痛苦是短暂的，唯有灵魂永恒不朽。在这个混沌的时代，良心显得特别重要，也是生而为人的价值。良心从内而外唤醒每个人心中的正义与勇气，引领我们的所作所为。希望每一位世界公民、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时时自觉、自省、检讨，并适时的除恶习、布新局，以平等、以博爱的胸襟，以探究法理与真相的热忱，以治国与国际的宏观及真民主与真人权的素养，让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度都能根除，振兴良政，造福人民，世界太平，祝福大家心安心平，幸福和乐。以我们这么优秀的团体，以我们这么热爱台湾、热爱世界的团体，都受你财政部、受你国税局、受你这些不良的税务人员的欺压，那其他的老百姓呢？其他的老百姓呢？其实太极门很多弟子也跟我讲，他说我们今天不是只有纯粹为太极门站出来，我们是为了那些，为了是躲在很多黑暗的角落，那些弱小团体，还有一些弱势的老百姓们被你欺压，我称为这些人叫什么？叫税奴啊，税的奴隶啊。你想想，六年已经五年平缓了，那当初开的那个税务人员要不要负责任？要不要处罚？要不要开除？拿的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的钱，拿的是我们一分一毫辛辛苦苦赚出来的钱，我们养这样的税务人员，难道我们当老板的不能把他开除掉吗？呼吁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我们呼吁我们现在的立法委员，要拿出勇气，要拿出魄力起来，
接下来就是我当年没有完成的税务人员的退场机制，应该要继续把它怎样执行下去，大家说好不好呢？好，谢谢，谢谢。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ick。 疫情仍然持续蔓延，面对 Omicron 来势汹汹，我们要如何面对？没有关系，不管病毒它如何变化，只要大家一起了解三步五多与六绝招这些防疫的口诀。那三步就是不紧张、不忧虑、不生气。五多就是多洗手、多喝温开水、多欢喜、多运动、多防范。那六绝招就是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避免触碰眼、口、鼻，做好呼吸的运动，提升肺活量，维持正向的思考。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做好这些的防护，就能够一起安心度过疫情。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台湾的法税改革全民开讲。大家常把司法是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挂在嘴边，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真的符合人民的期待吗？政府喊了这么多年司法税法改革，但是我们看到仍然发生很多迫害人权的案例不断的发生，到底它是真的改革还是假的改革？接下来我们一起观看这段影片，大家就会明白台湾的司法和税法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在12月23号，侯宽仁发函给合作金库，要求冻结掌门人夫妇的账户还有存款。那根据合作金库12月28号的回函，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两个账户的余额总共只有61万多元，但侯宽仁竟然在起诉书中捏造了32亿的不实金额，并将这笔金额呢同时指为是诈欺所得，另外呢又说是补习班的学费和营业收入。一方面呢请法院能依法去没收，一方面呢又移送到国税局去要求强征科税。同一笔金额怎么可能同时是犯罪所得要求没收，又同样的是合法的补习班学费跟营业收入而要科税呢？国税局呢他也没有等到这个刑事案件的判决确定所得性质，也没有给过当事人说明的机会，更没有依据他的职责应该去调查举证，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账证。但是呢在台北地方法院发函询问之后呢，这个国税局的税务员呢叫简真寿，他竟然就在2天内做成了所谓的查缉案件的调查报告书。这个调查报告书里面完全照抄这个太极门的起诉书中的内容，不管是说太极门是补习班，甚至是这个捏造的金额也是一字不差的完全照抄。然后呢台北国税局还有中区国税局就依照这个所谓的查缉调查报告书，分别在86年的10月、86年的12月、对太极门开出了这个违法税单。那这种没有依据这个职权调查也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的税单，其实自始就应该是无效的，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更何况96年最高法院已经判决认定太极门无罪无税，竟然还拖到现在，不但没解决还要违法拍卖，这个不是强盗是什么？当检察官将乌白起诉，但这法院也判无罪了，判无罪啊，代表啥？代表动车时咱这所有检察官所提供的税务资料是骗人的嘛，都是假的嘛。在整个的一个检查体系还太极门清白了，难道我们税监单位的调查会比司法调查的还要清楚吗？刑事判决调查都认为是一种赠与，依照所得税法第4条第17款规定不应该课征，这是一个赠与，根本不应该课征所得税。经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司法体系的刑事的审查都已经确认出净失礼是属于赠与而不是所得，就没有所谓的所得税的问题。
经过法院刑事案件裁判确定所认定的事实，行政机关没有理由不加以引用。你们可以到监察院的网站去看看，我有七点的纠正，每一个纠正的时候国税局就说啊，我们呢弄错了。我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财政部长讲，那这个应该是可以结案的。苦苦纠缠一个司法判决，监察院最高行政法院都说没事，都说没问题的案件，你们的税单一再复活，要求国税局依法要撤销违法课税的处分，你们都不理。哎，吼，你们很大呢，法院不管，监察院不管，哎，我们立法院也不管，哦，你们最大。96年最高法院判决确定无罪无税，国税局就应主动撤销所有违法税单。99年6月17日，立法院公听会，财政部、中区国税局同意撤回强制执行，并于2个月内解决太极门税案。现在人都在这里，资料都提供给你看，鬼头卡弄东西。那你们明明知道这个已经是错了，你们以前讲的好像有点疑问了，你们还要一昧的错下去，安尼是唔好的啦。请财政部在2个月内对于本事件尽速做一结论，到底怎么办？到底你们要怎样？麦克托说啊。如果中期国际签上来啊，签上到财政部来，因为中期国际让他一个局承担责任也不好了，那签上来好不好？我就做这样的表达。好，我们就照着刚刚这个次长的这样的一个说辞哈，那我们就把这个中期局的这一个意见呢，那么签请财政部。就是撤销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啊撤回是吧？好，那我们就由我们中区局正式签到部里面去。公听会后，财政部部长在99年7月22号用一个正式的签呈回复给田秋瑾委员，也给了涂谨哲办公室，然后在30号也用函给周守训委员，均明白表示说，他们已经请中区国税局依照税捐稽征法第40条办理，他们愿意用税捐稽征法第40条撤回，中区国税局应该要撤回执行才对。有一次啊，为了这个执行啊，发出的公文竟然会当这个立可白给涂掉，再改日期提早，我赶快上去执行。嘿，世界上有这种税务人员，这种税务机关吗？法院政府对人民搞18年没有搞定哦，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了，不是能力有问题，就是心态有问题嘛。保安的不算数的，保安的不算数的，保安的不算数的。10多年来，还是依侯宽仁当初不实不法的起诉书，继续在发单课税、伪造文书、隐匿书证，不断的欺上瞒下，欺骗所有的立法委员，欺骗监察委员，欺骗法官，欺骗媒体，欺骗社会大众，欺骗我们善良的百姓。I think that a 20-year ordeal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And to delay justice for 20 years and to still not have it as we're sitting here today is, in my mind, a denial of justice. And the thing that perplexes and even disturbs me is the fact that that justice has been denied and delayed by just a few individuals. It is appalling to me.That those few individuals could hijack an entire government. 国税局啊，既然要发单，5年后他才开始调查，发了函查表，我们在座的这位30位代表，每个都收到函查，在这边啊，我们每个都讲正义啦，正义，在骗，还在骗，谎啊，都骗死人了。结果呢，他们把函查表藏起来。欺骗财政部数位委员，被欺骗说我们9个人，乱讲的啦！写在公文上面说我们5个人，这边明明就至少有30个人站在这边，还在听，还在欺骗我们，还睁眼说瞎话，
台北啊高等行政法院，还有呢最高行政法院看了我们的函查表，判决认定了既遂就证据，所以当时呢也判了他们书啊。法院一二三审也看到我们的函查表，也认定了这些就既遂就是证据，而且写在公文书上面。我们为什么一二三审会赢？就是因为我们函查表啊。再来呢，监察院也看到函查表，他也做出调查意见，也说我们既遂是证据呀、啊。都是证据呀、啊！不是啊，到现在还在一手遮天。你们头都低着头，为什么不敢看着我们这边这么多人站起来呢？太可恶了吧！结果呢，他们回复监察院的公文上面说什么呢？说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是证据啊！北区国税局说九个，中区变成五个，最后变成一个都没有。乱讲！政府不是应该要保护我们人民吗？下台！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太极门没有会员，也没有什么学员，也没有老师，就两个字叫什么？师傅。市长郭明章，每一个都写郑瑜，这是我的郑瑜，哪有一个没有写的郑瑜？郑瑜。都是郑瑜啦，郑瑜姓职，这方面也是30个都是，他们说我们没有人说我们是郑瑜，我们也可以啊，这个请市长看，这个也可以请委员看一下，都是说郑瑜啦。今天郑瑜是我跟我师父的问题，他凭什么来认定？对，他凭什么来认定？对，这是我的钱，就算要课税也是课我啊，就要课税也课郑瑜人啊。就是课受证人啊，而且啊，我只要一年，不要超过100万，那个时候是100万啊，关他们什么事？你凭什么来认定我跟我师父之间的证与的关系？这十几年啊，我们太极门弟子非常非常痛苦的比赛，我包个尽失礼啊，证与给我的师父，弄到最后这些钱呢，这尽失礼，我证给师父的尽失礼，被这些官员用来诬陷我师父的那罪证啊。我们每个人都痛苦啊，暗夜悲戚啊，每个泪都流到不会再流了啊。我们练武之人啊，不会再受到这种委屈了。如果说今天不解决，这不解决的话，就是地震抗争到。由刚才的影片，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有很多的违法官员，他们仍然继续使用封建威权惯用的手法。将所有的不公不义，将所有的违法办案的手段，全部在太极门案件中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我们看到行政、司法、财税单位，他们内部的文化所形成的制度，不断侵害人权，欺下瞒上，欺压人民，生命权、财产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环女士的分享。人权本天赋，立法本平等，基本人权需要靠人民来争取。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要分享一个大家应该印象深刻的案例。蔡总统多次宣示人权立国，监察院长陈菊则公开表示50年前的台湾社会没有人认知什么叫人权，他强调人权是国家社会最进步的推手，文官要超乎党派，不管哪个政党执政，文官永远是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的文官有同理心，知道人权的重要，对基于人对人的尊重及同理心，对人权有基本的维护及爱护，行塑文官的优质文化，提升社会行政效能，进而增加国家的竞争力。文官的体制是政府推动政务之核心，公务人员要负责的事务很多，如果没有除错的机制，就会陷入了有权无责的境地。例如在太极门案中，配合侯宽仁检察官作伪证的税官史月生就是最佳的例子。史月生最后受到了良心的谴责，离癌的他勇敢站出来说明侯官人
主导一切的经过，而太极门案就是及非法官员迫害人权的最经典的案例。财税机关因为税务奖励金的关系，屡屡用蛮横的手段制造缴税单，破坏无数的百姓。目前实务上的税务人员所领的税务奖金并没有法律的依据，而容易造成税务人员贪图奖金滥开税单，侵害人民财产权。另外，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竟能从执行案件中的执行绩效中分奖金，造成了只图执行绩效分奖金而无法对人民公平公正的执行的情况下，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基隆的陈先生，因为积欠了交通罚锾18000多元，与母兼一家人六口赖以居住的房子竟然遭到了法拍，引起社会的哗然，凸显了行政执行署执行时没有人权以及心中有爱的观念。公务人员在执行公权力的时候，应该站在人民的角度想，考虑到人民最低的生存基本权，要多以柔软的心看待问题，执行的手段程序跟细致才不会伤害到人民。部分的国税局官员为了贪图奖金，不依照证据乱开税单，少数的执行署官员没有人权观念，不是横着适当执法，甚至违反了程序正义，违反了违法的强制执行，官官相护抢夺民产。就其原因系不合法与不合理的税务奖金制度，已沦为国家暴力的根源。其实就一般人民的认知来看，国税官员及执行署的官员原本已经领有了薪水了，执行业务是分内的事，就不应该再领奖金，以免在做决定的时候无法持平，有失公允。在太极门假案中，85年12月19日，侯宽仁大肆搜索之前，高雄新竹地检署均已调查过，且已查无不法，予以牵结。侯宽仁无视高雄及新竹地检署之调查结果，违法侦办的太极门案，基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及一罪不再不二法原则，乃宪法保障之基本权，且公正公约第14条第7项亦有相当的规范。侯宽仁之滥权侦办起诉以及违法移送国税局科税，明显就是严重侵犯人权，严重违反了宪法、国际人权两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违法的税单应依法予以撤销。谢谢大家。这些违法官员，他们已经涉及许多刑事犯罪的行为，他们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可是为什么他们还继续明知故犯，知错不改？原来就是要奖金，原来就是要钞票。台湾的法税制度充满着威权的思维，万年不死的违法税单就是国家暴力的行为，许多冤案被这些执法者整得死去活来。我们请问这些违法官员，你们知道吗？台湾有多少人的生命被你毁掉？有多少人的名誉被你毁掉？有多少人的家庭也被你毁掉？台湾人民生活在威胁、暴力、压迫、法税的制度，就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奴隶制度，造成我们台湾有无数税灾户成为税奴。接下来我们听听陈女士的分享。大家好，违法官员以立可白涂改公文书盗卖民产，国父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聪明才智越大者，当服千万人之物，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智略小者，当服百人之物，造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能力者，当服一人之物，造一人之福。
国家官员是聪明才智大于一般人的，经过层层考试考核，在一府五院为人民造福。但是每个人都是想做大事的人吗？还是只想做大官？就我所知，前财政部长张盛和在立法院被质询时说，没有奖金不足以养廉，一句话道尽财政官员贪婪的嘴脸，更大言不惭地说，过去国税局局长可领奖金百万元。94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还揭穿前财政部长张盛和以利可白、涂改、伪造公文书、倒卖民产的事实，却不负起违法的责任。这种官员就想做大官，完全不管人民死活。他手握公权力，只要依法就可以撤销太极门的违法税单。他在其位要谋其政，就能为人民造福，却没想到他是用利可白来掩饰自己的过错。这种行为罪大恶极，天理不容。我关心我的国家台湾，不希望这些违法官员为了没有法源依据的绩效奖金钱泯灭良心。财政部国税局自行编列上亿奖励金，那些是人民纳税的血汗钱，不是给没有良心的官员放口袋的。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应该让法律运行在正义的轨道上，不是财政部国税局说了算。国税局说法院判的不算，显然成了台湾的地下总统，一府五院只是摆好看的，无用武之地。破坏五权分立就是破坏国家体制，全民应该都要纠正他们，全民要觉醒，关心我们的下一代。感谢大家。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事实摆在眼前，但是他还可以继续的说谎骗人。许多受到法税迫害的税奴投诉无门，明明知道谁就是始作俑者，明明知道谁就是恶官。监察院调查侯宽仁，国税局违法，要求从严就责一处，但是看看我们国家却视而不见，却仍然让那些违法的官员逍遥法外。难道这些官员背后有靠山吗？请问我们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保障要放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观赏这段影片。那今天让我来继续来揭发这个太极门案件的国税局官员的违法障碍。那首先，国税局长张盛和其实是犯刑最重的一个人，因为呢，在那个89年12月21号这个立法院召开公听会的时候，他就有出席这场公听会。他当场是有亲耳听到了这教育部的官员亲口说，这个太极门的的确确不是补习班长。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台北国税局他们开出的税单就是用补习班的名义来发单的账。今天要揭发的这两个人，一个叫做刘丽霞，一个叫做洪湘琴。上个礼拜我们在讲沈秀芬，她是85年度的做三次复查决定的时候啊，87年到90年。那在同时间，刘丽霞就是办理这个80到84年度中区国税局的复查的人，因为北国是帮中区国税局来代查，就是有留了一下这个税务员来帮来查这个中区80到84年度的案件，所以我们现在说81年度的案件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其实就要追究的是这个帮中区国税局代查的台北国税局这些人，包括刘丽霞，包括这个股长林条赞，包括审核员张训娟跟科长许春安长。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太极门的税案的前半段呢，财政部书院会总计有5次的撤销的原处分，这包括台北国税局有3次撤销，中区国税局有2次撤销，每次的撤销这个书院会都是要求国税局你要去调查进实底的性质啊，好，所以这个
台北国税局才在这个91年8月15号去发出了函查表调查，这是国税局在86年发单以后，好，发单5年之后第一次做的实质调查，好，所以这函查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由刘丽霞跟洪湘婷这两个人所设计制作的。那这时候的科长已经换成戴平郎了，一共有206份的函查表都明确表示了我弟子送给师父的净食礼是赠与。然而呢，这么重要的证据，这也是诉讼会要他们去查的事实调查。所以任何一个守法依法行政的公务人员，本来就是依他们的职责，就应该要附在这个卷内给诉讼委员会去审酌去审查。可是这个刘丽霞跟洪湘婷就把这个函询清单都隐匿起来，而且他们还制造了一个篡改了这函查的结果。台北国说9个人是赠与，那个中学国谎称说只有5个人是赠与，然后这些都记载在这个复查决定书上面，这样，所以他们也这样的行为也是触犯了一个登载不实事项于公文书的一个这个伪造文书的罪嫌，这样。因为他们因为刘丽霞因为洪湘婷隐匿了这么重要的函查表，导致我们这个权益受损，这样。台北高刑赢了，可是在中高刑呢却这有一个年度这个法官枉法裁判枉法判决所造成的一个结果，这样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那个。所以其实据追本溯源，就是当这个国税局的人员他们有公权力，可是一方面却是去利用这个伪造文书啦，这个隐匿证据啊，这样子的这个严重的一种违法行为去侵害人民权益的时候，是对人民是多么的伤害，也是在税制上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税制的弊病。这个过程中这些公务员的这些是触犯到刑法国家最严重的法律啦那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比方说像隐匿一些公文啊或证据，那马上会有那个渎职罪里面有所谓的那个隐匿公文书啦这个138条，这个隐匿公文书，这个隐匿公文书老实讲是5年以下只要是渎职罪这一章的犯罪，基本上它的法定刑都不会太轻啦你看像这个隐匿这个公文书，基本上就是5年以下。一个有法治的国家，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意变造、隐匿或篡改公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犯法的行为。政府掌权者如果视而不见这样的行为，就会造就许多的贪图奖金的昏官，为了奖金残害人民。张胜和先生，你也是一位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守就是十诫，其中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图他人所有的财物。简单的说，做假见证、伪造事实、歪曲真相、栽赃陷害、冤枉他人、偷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包括人民的金钱、人民的财产、人民的土地，这些都严重违反基督徒的实践。当你百年之后将会下到地狱，接受最严厉的审判。在此，我还是诚恳的呼吁这些国家的掌权者，以及那些利用法税迫害人民的官员，能够早日清醒，做一个明是非、知善恶的良心官员。更希望所有正在遭受法税迫害的税奴，能够唤醒自己，一定要勇敢，一定要共同站出来，一起拨乱反正，响应支持法税改革联盟在全台湾推动废奖金、旧冤案、不人权的改革。政府必须面对历史，还原真相，平反冤案，改正错误，良心治国。最重要的就是依法严惩这些违法的官员，莫让这些违法官员继续逍遥法外。谢谢大家。
少年。